菲华消防队员联合总会举行庆祝成立37周年暨第35届理监事就职典礼。The Association of Volunteer Fire Chiefs and Firefighters of the Philippines held a celebration of its 37th founding anniversary and new officers induction ceremony.2023年12月10日中午，菲华消防队员联合总会假作金海湾爆翅海鲜大酒楼隆重举行庆祝成立37周年暨第35届职员就职典礼，菲华友好嘉宾代表等应邀出席典礼仪式。会长王长沙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辞，他衷心感谢该会领导和同仁在其任内给予的鼎力支持，促使各项工作顺利完成。他高度肯定新届会长温义明，相信他定能与全体同仁齐心协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新的贡献，开创菲华消防队员联合总会更加美好的明天。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施东方博士担任监事员，见证对其移交并训诲。新界会长温义明在致辞时表示，自己承蒙各位同仁的厚爱与支持，推选担任新界会长，这是荣誉，更是责任。他将尽心尽力，遵循前辈的指导，领导全体同仁发扬光荣传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开创消防队员联合总会更加美好的明天，为中非友谊加砖添瓦。新界会长温义明为全体消防队员宣誓就职监事。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永宁担任大会主讲人，永远荣誉会长吴炳祥致欢迎词，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王悦参赞兼总理事出席并致辞，菲律宾中国商会副会长蔡清宗、菲华新联工会、菲律宾中国新联总商会会长柯志超、菲律宾即将同乡总会理事长姚金镇、与菲即将东石镇联乡会理事长蔡全通先后致辞，期间颁赠纪念品及感谢状与大会主席王长沙、监事员施东方博士、主讲人蔡永宁、王悦参赞兼总理事、蔡清宗、柯志超、姚金镇、蔡全通，以及该会第34届财政主任王胜惠、消防队总队长黄栋灿和消防队紧急医疗队长托伦蒂诺，咨询委员王李段捐了一辆防火车。副会长蔡忠义致谢词，副会长王清涵介绍主讲人，林怡镇、燕南天、李宇担任大会司仪，并介绍主宾席宾主。典礼仪式之后，进行了聚餐、祝酒以及抽奖等活动。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